Hello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烂地游戏频道。那今天继续我们第五人格，然后一样厂长哦，我没有钱，没有办法买新角色，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船长配这个传送。今天组合就是用这个传送试试看，这个打起来的感觉如何？那其实厂长我觉得机动力还算可以啊，不过应该最强的还是小丑，那个追击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，而且他我记得一只才卖。记忆多少？190啊，180的碎片而已，其实很便宜，建议大家都可以入手练一下。好的，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找点啊，耳鸣，有耳鸣代表这附近有人，好，我们再稍微找一下，看看这件躲在什么地方。耳鸣消失了，应该是在中间那个房屋里面啊，又耳鸣了，感觉在前面那里哦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抓看看能抓到人。对，有了一个护士，一个医生。转身，没刀，没中。这边翻板吗？没有，没有翻板。这边没有翻板。哦，很神板子哦。这样子很危险哦，会被我打到哦。打一刀。好。那医生现在半血。那我还是先去追医生。哦、医生有无限自补啊，我觉得。这个不先抓掉就有点麻烦、啊、跟着血迹啊，还躲在这里啊，有脚印的好不好？这边成功抓到医生，那我们就把他调出去。 OK， 迎接一台了。好，有点远啊，我应该要放 VIP 4吧。哎，来不及了啊，我以为走出去 很近的、啊、这个地图还是有点记不熟，这边可能会被他挣脱，应该走不到啊，挣脱了四条命嘛。哎呀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把它抓起来。这边再绕，好，再绕，好，没有中。不要绕，不要绕，不要绕，拜托。中，哎，中，太好了。那还拖了我很多时间哦，但还有被解了第二条密码了，然后抓起来。旁边有椅子，上椅子坐一下。啊，好好晃，好晃，好晃，不要再晃了，不要再晃了，拜托。让我放上去，放上去 ，OK， 好，放个傀儡，一样，啊，去抓其他人。没有耳鸣，代表附近还没有人，那就暂时不用担心有人抓他。这边传送一下，咻，哎、欸，有人，哦，这个律师没有及时放手，啊，被我传送，应该是有预警时间的，不过他还是太贪了，太贪了，啊，这边绑上气球，直接挂上这个，请他到椅子上坐一会儿。好，那这边绑起来。好，这边有人去救了，那这边打一下搏命，追这个半血的。等一下应该会倒下吧？应该是他触发搏命，等一下应该就会倒了。追着他，翻板踩，好，有点踩板加速，所以这边应该可以。好，又翻踩板，哎呦，回来救嘞，哎，没救到啊，那你就不好意思啊，这边多白砍他一刀。那把这个先收起来，然后放回去，先把律师挂死嘛，先放个傀儡以测安全，然后稍微看一下附近有人，哎，人就不见了，啊、不管了、啊，反正我们那边放傀儡应该可以把他挂死。OK， 那律师现在飞了，我们再继续抓下一个。三条密码哈，他们刚刚有人去救，所以密码解的速度应该会变得比较慢。飞过去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医生，啊，跑，你跑，你跑，你跑，哎、欸，翻窗，翻窗，太好了，一刀没有中，靠，哎、欸，可恶，太急了。好，打慢一点，太急太急了，不要跑、哦，然后打一刀就好。哎呦，右边还有一个医生，那我先追这个。好，有中，跟他换板，踩掉，继续追，继续追，跑哪去了？哦，前面。还蹲在这里，还好我有看到。好。这样子确保应该可以个平手，比较几率高一点。旁边刚好有椅子，挂上去。
剩两个密码，哦，两个密码剩三个人，所以还好还好。好，挂上去，然后看一下里面在解密嘛。我们跟这个换位置，然后让傀儡在椅子旁边，等一下会比较好回去。稍微绕一下，好，我们就让挂死这个医生会比较稳一点。而有人，有可能会来救哦。啊，传送，啊，回去救，再回来。哎呀，打到那个过来救的那一个没有打死，啊，没有打死这个救起来的，没关系，我们追他。他过来挡了一刀，大家都残血，但是都没有死。追他，追他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翻板没有翻，嘿，没有翻欸。翻板的话就应该被打到了，但他没有翻。翻板推中换板，好。那就是傀儡震动了，不过我们先处理他，处理他。这挂上去应该就死了。还不拆我傀儡吗？好，拆了。好，这个直接飞。剩两个，那我们现在确保平局了。那当然，我们是以胜利为目标吧。这边继续拆我们傀儡哈，两个人在那看到了，傀儡附近会飙出人哦，所以自己要小心一点。这边我们就直接往这边追啦，不跟你客气，不跟你客气，不要破喽，我来喽，啊，再来破哦。慈善家没血，有没有打到？打到了，非常好，抓。这边有椅子，太好了。慈善家应该是写满的吧？我应该没有挂过他。对，这样守有点久。好，先跟我们的红色傀儡换个位置。医生应该会去救哦，有了。他们应该也要保平局，所以这边一定会救。没关系，那救。我们一样追，好，没有中。追慈善家就好了，因为慈善家没血。不用急着去救椅子上的人，就让他救没关系。你只要确保那个救起来的人，你有办法打到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半血，我们继续守一下，稳一点。医生在这，挥打他一刀，然后让他去救没关系。我们这样时间还够，这样去救，这样去追的话也追得到。他们还没解那个密码门，所以还行。不要，哎，中换板。又成功换板啊，那就剩他了嘛，不要补血哦，补血不好哦，我来追你哦。哎，干，还被他补到了，哦，他这个很极限补哎，他一出去就补了，非常好，没关系，医生快没血了，这边还敢救，好，直接恐惧，那这样就应该赢了，好，应该赢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一个一个挂上去吧，快投降吧。没意义的吧？这应该站不起来哈，还卡住。这边挂上去，然后再把医生挂上去，我们就赢了，非常的不错。我以为要输了，飞，然后再踩板，再过去，然后踩板，不要救喽，应该起不来哦。好，上椅子，那就成功拿下这场胜利。OK， 然后厂长都已经玩到出造型了，哎 ，only 一只。好，现在正打算应该会买个小丑了，之后看什么时机点再买，因为现在厂长还可以打，胜利四抓。啊，对面等级是不高了 ，OK， 没关系。啊，今天这局就到这边了。12000分，然后对面的 OK， 大概就这样子哦。好，那就期待下一次的这个第五人格影片吧。喜欢这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及追踪我的频道。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的第五人格影片哦。那就再次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